钱币滑落，爱心循环，马六甲慈济奖助学金颁发典礼，许多学生和家长带着竹筒回娘家。这位七岁的小朋友更将存了四年的竹筒捐出。尊重爱，慈济提供奖助学金给清寒学子，也借此鼓励大专大学生投入在医疗、环保及慈善的志工服务，重复初衷，体会助人的快乐。我们就期待说，未来的年轻人他不只是要关注社会、服务社会，也要知道慈济这一笔奖助学金来的不易，以及也能够付出去为别人服务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设这一个志工服务的目的。懂得感恩，慈济助学生付出爱心回馈，助人最有福。带新闻马来西亚马六甲综合报道。